拿着你这些东西，现在立刻马上滚出我家！哎，张小姐，石墨呢？他还没回来呢。有衣帽间吗？这儿？楼上迟墨屋里有一个。拿上去。哎，等会儿，这是怎么了？哪那么多废话？不是，迟墨不太喜欢外人随便动他屋子。 我是石家未来的女主人，你叫我外人，我看你是不想混了。你们俩跟我来，换上去。哎，你来了。 怎么回事？哦，刚才郑小姐来过了，在你房间里收拾呢。你在这儿干嘛？试婚纱。郑宝珠啊。 我们还没结婚呢，你现在就迫不及待的想侵入我的生活了是吗？去旧迎新。你该做好迎接新女主人的准备了。这两天我会搬进来，这件事情呢，阿姨是知道的，阿姨也是支持的。要不然你可以问她。我那只熊呢？什么熊啊？就是我放在房间里的泰迪熊，什么熊？ 哦，那破熊啊，扔了。扔了。郑宝珠，我告诉你，我最讨厌别人随便动我的东西。拿着你这些东西，现在立刻马上滚出我家！你为了这只破熊，你跟我发脾气？ 你那么紧张那只熊，难道是好聪明的？这个女人真是阴魂不散，人走了还把东西放这儿。郑宝珠，郑宝珠，贱人！石墨，你去哪儿？